这手一伸直了，这手这个角度就合适了，你看。是我这儿在用力，你看是这儿在顶着，我这个磕球是为了让你体会蹬腿转腰发力，因为我第一步引拍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就要体会蹬腿转腰发力怎么就发过去的力，我身体不用发力，你看。不是我的胳膊不用发力，是身体发力过去了就够了。哎，对，注意压到这右腿上来，身体低一点，你看低着这样，然后松着啊。你看你这什么样？我给你模仿你一个，你是这样，是吧？你够了，一点够了。要你是体会这个。